雷坤仪上我们的未来少女日光之城，欢迎。Baby,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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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
Even
大家会冷吗？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我们也不会冷，对吧？这个可以吗？冷气，我们只是耳机冷到掉下去而已。可以。听说日光之城表演总是会下雨，就是我们名叫月光之城，但是就是会经常的下雨，对，太阳在我们身上。下次我们会再怎么样？更奔放一点。好，最后一首歌 ，Hooray！ 谢谢大家。
他们一定会追到你到天涯海角，千万不用担心，以后都会看到。来，我们继续。哦，嗨，大家好，我是西皮。真的很谢谢一直以来一直关注未来少女还有关注日光之城的每一个粉丝，还有就是觉得很感谢，也非常非常的每次表演都很感激上舞台的机会这样，然后我希望以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然后敬请期待，谢谢。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可爱，好肺腑之言哦，我的天，你们全部都要好好的录下来，然后好好的去听一下。那我们再接下来，Hello， 大家好，我是玉馨。然后想跟你们说，就是谢谢你们每一场表演都会到，不论多远多冷，情况就是多么的不好，但是你们都一定会到。然后也谢谢你们每次都会等待我们，然后等待我们日光之城出现，然后你们就马上的支持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你们。然后今天因为天气真的非常冷，大家回家一定要马上冲热水澡，不要感冒，好不好？好。谢谢，先谢谢大家，从我们未来少女，不急嘛，未来少女，一定是被我骚扰到，对对对，然后相信着我们，然后等待着我们，不管我们的活动多与少，还是从大或小，还是太阳大或者是下雨，对对对，太阳大或者是下雨天，大家都，我都每次都看得到大家，所以我真的很开心，也很谢谢大家。给我们力量还有鼓励，所以我们会带着这份能量继续走下去，然后努力的回报给大家，用更多的舞台好的表演给大家看。谢谢太可爱了。我觉得其实就像他们能量一直给你们，然后你们也一直能量给到我们的日光之城。那我们下一位，就是很开心珊珊本人到珊珊桃园灯会这样子，就是人如其名，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表演的。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讲感性的话，也不是很喜欢那个气氛，所以就谢谢大家来，然后早点回家，早点洗热水澡，不要感冒。耶！让我们一起闪闪下去，刚好在我们今天的闪烁之夜啦。那我们紧接着下一位。嗨，大家好，我是 Ashley。刚刚大家应该都讲的差不多了，就谢谢大家，前面都讲很多，谢谢大家就是下雨天在这边这样等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这样冷，对，对，一起冷，我们一起冷，然后所以就是真的真心很感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你。好啊，我真的觉得听到最后怎么有点在说一些真心话大告白这样，其实都会非常谢谢，谢谢桃园。接着的话，我们稍后也会有9:30的灯光秀，也非常欢迎大家，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留。拜拜，大家赶快努力的呐喊一下，我真的舍不得他们这么冷的天，赶快让他们回去暖一下身体。好。有看到他们安全的下舞台之后呢？拜拜。